没有他的快乐，谁还在要爱爱的滚出我的家门，算命老师要我接生子好，从现在开始戒掉不良嗜好。 I'm happy with my life， 也没有他的快乐，谁还在要爱爱的滚出我的家门，算命老师要我接生子好，从现在开始戒掉戒掉戒掉。他说我的面相未来有桃花，姐妹管好自己，有一天就可能会倒大霉。会不会他其实在暗示我应该要巴结他的那点人的注视，就要去找他姐霸道大腿，但是比起腿我 prefer 胸部。我就是如此肤浅，但不会因而失去风度，思考能力区别除了人与动物，所以那些不该读的人事物那么就 don't do。没有他的快乐，谁还在要爱爱的滚出我的家门，算命老师要我接生子好，从现在开始戒掉不良嗜好。 I'm happy with my life， 也没有他的快乐，谁还在要爱爱的滚出我的家门，算命老师要我接生子好，从现在开始戒掉不良嗜好。 家里没有桃，不能爱只好睡了一觉，然后跟他拜拜，怕你有病可能需要快筛，今天不太方便，那下次欢迎再来，像是在玩狼人杀，我直接知道晕得密密麻麻，让我差点无法思考，算命老师要我接生子好，好像我的秘密他全部都知道。谁要爱爱的滚出我的家门，算命老师要我接生子好，从现在开始戒掉不良嗜好。 I'm happy with my life， 也没有他的快乐，谁还在要爱爱的滚出我的家门，算命老师要我接生子好，从现在开始戒掉不良嗜好。